节奏要快，骗子节奏要有。 对， 闪躲反击要有。 要出来了，这种拳要快，单拳也好，单拳这种干净，干净。要把它耗光，太久了，剩不到一分钟，你看。啊。三哥。 吃鲜豆的真谛，要如何力竭力挽狂澜呢？上下都可以了，不要open哦，下巴收，该你了，该你了，真鲁该你了，动了，刚才一起打啊，不太清醒了。 有，先打，靠近先打，哎、欸。
己身体。好，再走，身体要转出去。用头低下一点，要这样速度快就好。你身体压太多，就是反击，对方反击跑不掉，不到一分钟哦。深入多一点，我跟你压一下，我前后脚，四十秒。三十秒，用头低下来，十五秒，头低下，头低下，头低下，一刀收一下，但它速度快就好了，五秒。Sure.